开始。接下来有请22号作品《雪域精灵》的选手代表上场，有请，准备，计时，开始。请23号作品《狙击手》的选手代表上场，有请，准备，计时，开始。将要出场的是24号作品《战鼓乐》的选手代表，有请，准备好了吗？计时，开始。出场的是25号作品《一条红领巾》的选手代表，有请，准备，计时，开始。好的，谢谢。接下来有请26号作品《瞿秋白》的选手代表上场，有请。好的，准备，计时，开始。Yeah.
接下来将出场的是27号作品《银项圈》的选手代表，有请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计时开始。好，下面有请29号作品《武生》的选手代表上场，有请。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。最后一个出场的是30号作品《冰车行》的选手代表，有请。准备，计时开始。让所有演员们的精彩表演，现在请评委为他们打分。那至此呢，我们今天比赛的第二个环节，技巧表演环节都已经结束了。